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这个 Fitzroy 的这个 Compa Gelato 这间雪糕，相信雪糕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甜品之一来的。那这一间 Compa Gelato 呢就是一个意大利靓仔老细开的，那我就会 order 一个叫做 Hazelnut 的雪糕来试一下啦。Can I have an Hazelnut? Yes, yes. 意大利靓仔。咁佢就會為我哋準備一個 hazelnut 嘅雪糕啦。咁食雪糕係澳洲人嘅一個都算係呢度嘅文化之一嚟嘅。啲人咧食飽飯咧都會嚟食杯雪糕嘅。Thank you。有啊，好啦，希望你中意今日嘅分享啦，拜拜。